So he'll just space on the wing. We can set a high pick and roll here. Look, you set a high pick and roll right there. You just stay over there. Yeah. You just roll to the basket. 你就站在wing。Okay. 对。Yeah. 然后他们换，你就直接下去，然后他传。Come up, yeah. Just stay there. Yeah. 第一节我们有落后，可是没有落后那么惨。我一看比分，哇，我们。输七分而已啦，我们的魔王还没上，他们魔王和我们打才输七分。我觉得第二节我们上魔王之后，我觉得我们能反超。哎，我们要追上，然后赢人的，对，加油，对，好 ，Let's go， 小军 team， one two three， 乌鸦 ，JT， 乌，对，没 ，one two three， 龙骑士，小树啊，看你了啊，防守啊。好的，那马上开始我们第二节的比赛。给到大东，坐他啊！内线面对汪振明，大打小的机会，外线朱明镇 ，three 面对李慕豪，马布里，手，找到汪振平，手，右侧出手，三分没能命中，还是 J Team 重新抢下篮板。马布里面对朱明镇 ，three two one， 一秒钟。啊！真的假的？他还有三分跳投。李慕豪的身高和臂展非常恐怖，可以为我们 J Team 带来很多优势。大东，坐的篮下，篮下。哎，换人！请求换人。李三志，我是旁边，我是旁边。可以，你们换。大东给到张宁，超远三分出手。哎 ，three points。This last game fifty-five points。这是一个酷似大魔王的球员啊！来，准备。马布里，灵巧的转身之后，李慕豪没有意识到这个球，外线张宁，三分的机会 ，three point， 来自张宁。大家漂亮漂亮啊！来稳了。他上场球得了55分，对，也没想到张宁居然可以面对马布里不畏惧，依然照杀全场。依然给到马布里，要掩护之后一记抛投，张宁成功抢断。哎，这就是张宁，哇哦，太可怕！哎，这是龙骑士球员队的大魔王。I really like number 23 on our team. He made a lot of threes. It was really fun to watch. He gave our team a big boost. 他能打 CBA 吗？你觉得？他能打 CBA 吗？张宁，张宁就行。啊，来我们队行。啊，可以。回应 answer ball， 没事。他就是想一开始助攻，对，但是后来他被张宁投了三个以后，他可能有点不高兴，然后就有几个球就自己单打了。哎，没想到马布里和张宁的这个对位有看头啊！生气，依然是两个人，五秒钟的时间。小心！等一下！
哎，没想到马布里和张宁的这个对位有看头啊！生气了，依然是两个人，五秒钟的时间。哎，马布里一直在鼓励张宁，没关系，就这样打。换人，龙骑士换下朱明镇，换上周瑞。张宁传球漂亮，周瑞篮下两分命中。李慕豪 easy， 张宁外线 three， 周瑞两分命中。换人。给到李慕豪，哎呦，李慕豪二加一，真的能体会到比赛的强度，不是说我们来走个过程，就是我们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赛。罚球没中，但是自己抢了篮板，重新给到李志勤上篮命中 ，yes， 空位 ，three。这两个是我们最好的队员，这对。我是觉得张宁跟那个朱明镇的运气挺不错的，这个篮筐好像他养的一样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运气问题了，当你顺的时候就会一直很顺。这一 team 龙骑士请求换人。哇！这种高度来自郭宏印。李慕豪犯规，造成郭宏印的犯规，两罚中一。这一 team 龙骑士请求换人，张宁给到大东，外线接近四分球的机会，哦，吓出一身冷汗。李志锦面对朱明镇，强行上篮，但是抢到篮板，被朱明镇冒掉。换。Steven， 给到外线三分的机会，命中三分球。我上去第一个球对着张宁中投没进，然后张宁对我喷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害怕我？”我很清楚这种就是垃圾话，但是我当时急于没有回应。说实话，我不愿意跟他去斤斤计较这些，我只是希望能大家正常的去打这些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没关系。